好，我是杨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聊睡觉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要睡八九个小时。他如买得得当暖八个小时。大人要睡七八个小时。不要当暖接的出门，早睡早起，头脑会变聪明哟。暖的火炕，炖的巢，三毛加茶碗。但是我晚上喜欢玩游戏、看手机，但刚คืน我ชอบเล่นเกม ดูมือถือ中午睡午觉，头脑会很清醒。但刚完，躺在沙忙办公。我要睡午觉了，大家午安。我刚刚干完了呢。跟安雅说中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有一只小猫子，我从来也不起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，我手里拿着小布丁微信。